一二三，我就看等到什么时候，你才会知道哦。我倒是为了你好了。你不想练，你就不要练，你再也不准给我练琴，你小子。我数到三，你马上去练琴哦！一二三。数到三，马上起来练琴哦！一二三。数到三去练琴，一二三三三三三。哦，我妈在干嘛啦？没看我在喝水哦。休止符啦！哎，去练琴了啦！啊，给你给你，嗯 ，yes， 谢了吗？哈哈！刚刚不是给过了吗？10块钱是练10分钟啦，老师说一次要练习要练1个小时。我这样是60块。哎，不对，你是贩卖机呀？啊，儿子，差不多该练琴了哈。哦，等一下，我看完这一集我就去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叫你做什么事都要等一下。你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有让你等啊？你就是觉得我很烦哦，觉得妈妈很爱念啦，就是什么事情一直念一直念哦。我也是为了你好呢，你以为我为了什么？不是啊，我就跟你说，我看完这一集我去练了没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就等，我就看等到什么时候哦，你才会知道哦。我倒是为了你好，等到妈妈都变老了哦，你才会明白啦。哦，就这样等着等着，你翅膀也长硬，你就飞离妈妈的身边了啦。没关系，我就等，我就慢慢等啊。好了，妈妈，你不要再念了啊！我现在立刻、即刻、马上，一秒之内我就去练琴。哦，好，我练琴就好了哈。我从刚刚叫你练琴叫到现在叫几次啦，都叫不动呢，你是不是不想学钢琴啦？没有，我看完这一集就去练。好，没关系，你不用练了，你不想弹就不要弹，没关系，我们不要学，我现在就去把钢琴整个绑起来，你以后都不准再弹钢琴了。我等一下就打电话给钢琴老师说你不用再上钢琴课了。跟你讲，我刚把你儿子的钢琴绑起来了啦，有时候就是要失去才懂得珍惜，接下来他一定会非常想要练琴，一定会手痒的啦。哇，孩子，哇，你这一招厉害嘞！不错不错不错，好，我们就来观察一下。我们得做点处理。儿子，你已经3天没有练琴了，我今天觉得你一定手非常痒了吧？我特别开恩，我把钢琴已经解开了，你可以去练琴了。哦，好啊，等我看完这一集啊。你来我家玩好吗？好啊，我也想问妈妈。儿子啊。要乖乖练琴哦，只要你乖乖练琴，每一首弹5次就可以得到一个乖宝宝印章了。得到10个乖宝宝印章就可以换一个超级乖宝宝印章，10个超级乖宝宝印章你就可以换到一个贴纸，10张贴纸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张荣誉卡，荣誉卡10张以后你就可以换一张金卡，10张金卡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超级金卡，然后你就可以换一个小礼物喽。我不要练琴了啦，为什么同学都可以出去玩，我要练琴了。好了，你乖乖练琴，你乖乖练琴，妈妈就送你礼物好不好？好，那我要一台小汽车。好，妈妈就送一台小汽车给你，让你练琴啦。那我要游戏机。不行，游戏机太贵了啦。我要游戏机，我要游戏机，不然我不要练琴。好，送你游戏机，那你要乖乖练琴哦。好，快点练琴啊！你乖乖练琴，妈妈就买礼物给你。帮你买 iPhone 给我。不行， iPhone 那么贵，怎么可能？不行。那我不要练琴。好了，买 iPhone 给你。你也该练琴了吧？你很久没练琴哎。
好啊，你送我那台 BMW 的跑车，我就练琴啊。BMW， 你这小子，你不想练你就不要练，你再也不准给我练琴，你小子。写完作业赶快去练琴。妈妈又不在。妈妈不在，你也要练啊。都是妈妈陪我练琴啊，妈妈没有陪我不会练啊，我就叫你练。赶快去练啦、啊，不然你妈回来你就完蛋了，以后我被你妈骂。不然把你陪我练啊，你自己还不在那边玩手机。那半天先不要练了、啊，等你妈在家再练。